早期糖尿病能治愈吗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董鹏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。糖尿病患者呢，他的症状表现呢，一般来说特异性的就是多饮多尿多食。早期的糖尿病啊，应该来说能够缓解。二型糖尿病的早期患者经过强化治疗以后，有一部分患者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缓解。当然就血糖你在正常吃喝的状态底下，不控制饮食和运动的基础上，也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正常。但这个情况啊，维持的时间不长，因为能够发生糖尿病，它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功能都有一定程度的损害，一般来说是不能够治愈的。